边呢是有兵种克制，好比我现在这个人就克制他的他，克制的话能造成极大的伤害哦。游戏呢相比较 SRPG 呢，它有分英雄跟兵，兵种可以通过你转换职业来获得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又是克制。好歹我都是 SR， 游戏还是非常非常氪的，说实话。里面等一下呢，小邓会为大家演示他的一些氪金的系统。好，现在看到有个女的还发动她的被动。哎呀，被氪了，受伤受很大。看我的召唤剑，好，发动技能吧。好，看哪个是克制他的没有？剑柄砍掉的有，唯一的 SSR 克制的。里面的人你还可以换装，来发动被动。好，攻击。这是远距离的，等级治愈，唯一那个奶妈就算是爱也要带上来啊。好，游戏虽然也有自动战斗，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觉得等你能力够的话，再就是你的兵种够强才不知名的果实哦，一个召唤卷六张，先等一下。准备砍掉的死。哦，后续。用法术攻击。好 ，SSR 的装备，概率感人。被秒掉了。啊，操！看一下，哎，算了。敌方首领啊，兵是被都打完了。六。いや、そ、少年たちよ。私は政権の盾。嗯，这样就好了。战斗呢，也就是这样子了。又是剧情，凉，凉。时空裂缝就是刷转职装备的一个地方用的。哎，看来是有好多。